从行政权来说，公司是没有这个权益直接进行行政处罚，就罚你的钱呐、啊。从法律上是这样说的，但是，法律规定公司可以采取变相的方式，比如说有一种方式就叫绩效考核，叫乐捐，你也同意了的，那就可以。绩效考核的方式就是变成分，说白了就是你办一次规，扣一次分，那个分其实对应的就是钱，是变相的，其实是可以的。所谓的乐捐，那也可能就是。不一定你能赢得了仲裁上哈，你可以去主张说它是变相的罚款，但是输赢这件事情，因为就是你仲裁以后输赢就不一定啊，就是不一定像别人直接写罚款，那么你肯定是会赢，但是他现在别变种方式以后，仲裁委要怎么裁就另外一回事了。像这样的行为啊，就是说收取劳动者钱财财物这种，其实也是不合规的。因为劳动合同法里面是有讲到不可以去收取财物的，它是让你们自己去捐那个钱出去，而不是直接从所得工资里面扣，所以这个也是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。如果你们单位有这种行为的话呢，是可以举报的。